不着钱了，这个因为空气差得很了，你说。差了也没原因，我去慢慢减少就行。哇，这里发现一具人的尸骨啊。这具年代久远的尸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来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打搅了。这里还有被人刨过的痕迹。哇，这洞道一直很小，都要匍匐前进。从那个洞口进来以后啊，这个洞道一直比较狭窄，大概20多米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哎呀，发现了很多马路。哎，我们刚才从这个小洞道下来以后，这底下都是一个小的洞厅。看这个背后这个洞厅也不算很大，这有一点小通路是吧。这前面还有一个洞道，走，我们继续向下探索。哇，一个很小的洞道，又要爬过去。哇，下来又是一个小的洞腔。继续向前探索，这些洞道一直很小。哇，这里又来一个狗洞啊。哦，放狗啊，爬过去吧。我操，这洞墙一分为二。哦，这也是个死洞，继续往下。啊，从上面下来以后，这里又是个洞墙。下面一个时间，但是都不会来空气啊。还没什么搞头啊，要睡觉的，看看去。哦，这么什么口袋，这个装炸药的，银化硝胺炸药哈。嗯，哇，看那是不是日期不，这里又是个小的东西啊。往前探索，哇、哦，这是个竖井，往下的这个竖井，要放绳子了，要用绳子下去。上面有个洞道，应该是石洞。我从那个上面下来以后，这里，这就是那个竖井的底部啊。看，都没有洞道了。这是个典型的裸水道。哇、哦，这个竖井下面应该没有洞道了，没有路了，原路返回吧。哇、哦，早洞半小时，探洞5分钟，安全出洞。哎，我直接走。我们进去的时候洞口是封堵起来的，出来的时候我们照样把洞口用乱石封堵起来。洞口已经我用石头垒起来了。我一直都居住在 B 级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探了个寂寞，再见。